大家好，我是公屋联会副主席梁文广。今集的公屋冷知识会同大家讲下夹心阶层转屋计划。夹心阶层转屋计划在1990年代由当时的港英政府委托香港房屋协会兴建的出售资助房屋，以优惠的价格卖给一些不合资格申请居屋的中产家庭，解决他们的转屋需要。买了单位之后亦都需要受到5年的转售限制。首个项目宏福花园就在1995年落成。而是当时特首董建华为了稳定楼价，在1998年的施政报告里面宣布停建格屋。而在2000年之后，房协更加将其中3个项目改为私人楼宇，以市值的价格出售。所以去到现在，格屋计划一共有10个项目，大约有9000个单位。格屋计划是不设二手的绿表市场，业主一定要先得到房协批准和补地价之后，才可以在自由市场转售。而在格屋申请者资格方面，家庭每月入息是由第一期的22,001元去到44,000元，后来递增到最后一期的31,001元去到60,000元，总资产亦都由不超过1,000,000去到后来提升去到不超过1,200,000。而去到2000年，增加了单身人士的名额，入息大约是22,000元或者以下，而资产上限是40,000。政府刚刚发表了新一份施政报告，宣布会推出港人首置上车盘，对象是类似过去的格屋，同样是给一些不合资格申请居屋的中产家庭提供一个置业的机会。建议家庭每月入息的限额是68,000元，而单身人士的入息限额就是34,000元。会在明年年底在观塘安达臣选择一幅住宅用地推行先导计划，预计会提供1,000个单位，我们就拭目以待了。好了，今集的公屋冷知识讲住这么多先，多谢大家，拜拜。